人的压箱宝表演，绝对让你出乎意料。我这个才艺啊，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被一个超级大牌的制作人讲，陈乐融老师。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看过他这个表演的话，真的写信来骂，还是可以当面骂你，当不要。钢琴王子的 B-box， 一场最美的听觉飨宴。好的情人，对不起，好的情人，飞奔的脑袋，人生留给我一张票根。献歌大战合音技巧，全场龙点点。你能不能讲出来一个事情是你做得到，而我们做不到？没错。合音献歌很厉害。爱哭的声音，一字和声法。今年还没到那期，飞行到天明。杨善无风险，不好听，不好听。重量级巨星将会拿出什么压箱宝演出呢？欢迎节目主持人吴宗宪、欧汉声、陈汉典、露露。在艺能界里面，人家说没有三两肉，他是不能上梁山的。三两三了，没有三两三三，没有七四七不敢坐飞机。哎呦，这太可怕了！来一个啊！没有三三，他不能得九。哎呦，有点难啊，这个。年轻你要诚恳，你就啊，不好意思，我没有。那我们都觉得佩服你。对啊，来一个，就是没有。哎，对嘛，这样可以。要细节。多诚恳嘛，没有拿钥匙，我们不敢开房间。厉害了，七。哇！那你要讲多久啊？不知道嘞，讲到大家忘记为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会讲到年底。好，就约定讲到年底就好了，不要再讲。当艺人就变成茶余饭后。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没错嘛。如果观众喜欢你，他会说啊，好像你的宠物一样。真的耶，咕叽咕叽。对对对，我的言行，卫生纸擦一下哦。你累了吗？我推你下去，上晒晒太阳。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艺能界他们真正都是有真功夫，真的真材实料才能上。而且他们上谈话性节目都秀不出来嘛。对对啊，这个舞台就他们。对，我们今天都不讲话。对，不，就让他们好好表演。不讲话，他们弄不出东西啊。所以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对这些艺人他们究竟有什么真本领，而且你在别的节目肯定看不到，肯定看不到，好吧？看到的话就把电视砸掉，碎了。哎呦喂！你知道我为什么敢讲这句话？为什么？你们家电视是他们家的？喂，关我们什么事？关我们什么事？喂喂，你要讲，因为我家是用投影机。一起来看看第一位的剪影，好吧？来，各位都是我们艺能界的好手。哦，好帅哦，好帅，帅哦，帅哦！哎，他站的那个 pose， 我觉得很好。没有这个，一看就有王子的形象，真的耶！如果不是个王子，也是个爵士。哦，厉害！哎，请问里面这位朋友，你好，你好。听说你是歌手吧，来的吧？啊，歌手吧？是歌手是吧？有帮过偶像剧配乐的新人王啊？哦，不简单呢。你知道一个新人出来就要帮偶像剧配乐，对啊，多难，要砸很多钱呢。你自己会做配乐啊？对，那是我出道前在做的工作，就是做幕后的时候。哦，好有才华。那你会什么乐器哈？主要是男鼓会吗？啊，就硬要问一个人家不会的。钢琴、吉他、贝斯、鼓，还有伸缩喇叭，那都会了。多才多艺啊！帅。那能不能唱几句？我们观众朋友还不知道你是谁，唱几句我们听听啊，清唱。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哎呦！这首歌那个唱出那种这样，唱出那种别的味道，真的味道不一样。他唱出那种洪家腾机车的味道，是不是？这是什么味道？好了，一起来欢迎这位建国的朋友，好不好？来开门，欢迎！耶！哎呦！哇哦！建国！哎，很少看到露露这么主动，要。那陶翁，宪哥，我跟你讲。
动，颜值真正是咱重大少女们的理想型的男友。哇塞，你们卖逃梦啊？我别停，你不怕他们生气哦？不是，这边都是等着要去签。阶梯很危险。没关系，没关系。平常不太运动哦。平常也有去打篮球跟高尔夫，都打室内。你也会啊？对，不可能打高尔夫这么白，这么白，你都包全身都包起来。我最近才刚一杆进洞，你知道？知道了，你要讲多久啊？有听说？知道，恭喜。对，这是有准备给宪哥新专辑叫《好的情人》。哎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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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哥，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谢谢严爵哦。其实这首歌我已经会唱了。啊，真的吗？好的情人，好的情人不会让你。喂喂喂，不是这样，它是慢歌。哦，是慢歌，不是中版的，中版，中版的。One two three go， 好的情人，爱你真爱我。那是 Coco 的啦，那是 Coco。我被倒。没有没有没有，人家今天来肯定就是很厉害的表演，对不对？如果能够看他这个自己来表演一下，那真的是不错。真的耶。不过刚刚唱那个心情有没有？哎呦，不错哦。我觉得应该来一个特殊一点，是不是？对不对？心情如果唱普通唱的话，那跟杰伦有什么两样？对啊，有帮手来的，对，有找一位好朋友，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来。气呵成，这个都没有彩排的，对啊，一出来就这样子，哇哟，好随性，尤其前面的时候你也会 beatbox 啊，默契好好，他也很厉害，对啊，刚我就想说奇怪，这声音你嘴巴在唱歌有没有？然后这 beatbox 还有，对，同时，不过你一唱就让我们真正知道怎么样，人是不可能有多样才华，没错没错，老天爷是公平的，对呀，对，你还唱得比我们，今天才学的歌啦，今天才学，其实 Echo 唱歌蛮好听的，哦，是吗？是吗？谢谢谢谢，好兄弟好兄弟，一个弹钢琴，一个玩这个就多棒 B-box 对不对？点歌，点歌吗？点歌钢琴，真的假的？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叫我了，不好意思。点歌在这里，哎，点，我们辈分很差，点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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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先不要，点歌，先不要这样叫，真的，我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嘛，我第一次拿主持棒，这样不好意思。汉典汉典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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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随便什么歌都可以，都可以吗？心情呢？心情。就不能来一首新鲜的嘛？新鲜的心情，新鲜，新鲜的。喂，那我是谁呀？哎呦，几把？明在呀，不在干，风吹草动，满心叮当，心里沙弥沙弥。
你的没问题，你的非常好。我在唱歌的时候，满不要再。我想到好几歌啊，救我！你那个好像要吐不出来。我想说他刚刚这样子，我就试着做嘛。反正要改成新的曲风，就会加一点 dub。歌不合啦，不合了。你也来一首，你也来一首。你有成名曲吗？我有，没有？有，我有。你有来？恰恰舞池，谢谢。真的什么？恰恰？不好意思，恰恰舞池。还是你们都吧，唱了就知道。1 2 3，给个拥抱，恰恰舞蹈高潮，恰恰整个世界跟着我的。好，算。为了终止两个大男人幼稚的 B box 呕吐版，我们还是赶紧请王子好好弹一曲吧。哪里天麦地之子与菜。谁在哪里天麦地之子在我在这里见怪不怪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喜欢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等待宪哥不好意思宪哥欧弟哥他好好在唱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旁边剔牙不是假发吸牙缝对啊那边吸还不错谢谢对这就是一直不想出唱片而已啦对刚没有讲实在话你刚真的唱的不输给方大同哎呦真的假的你怎么这样突然夸奖我想好想跪下哎呦那怎么了你是心情不好吗后面还有事情哦你是遗嘱都写好了对不对我讲正经的你们是不是觉得后面还有什么很期待后面还有怎么办现在还在想对没了真的不错谢谢宪哥露露，露露应该，露露能唱一点吗 ？Of course. 西洋歌曲。西洋歌曲。Every time I see you in my dreams, I see your face, you haunting me. I can't stand it. 这不是他，挡掉了。人家今天是要宣传他的演唱会，对，今天是要钢铁情人演唱会。对啊，我们这个希望你专辑唱片啊，哎呦，这次演唱会这个怎么第一次哎？在小巨蛋，第一次在小巨蛋，而且我会不会紧张啊？对啊，小巨蛋公蛋会不会紧张？因为现在就是有太多的准备的曲目准备，对，就是编曲那些的准备了，对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时间紧张。我跟你讲，我觉得 relax。对 ，relax， 你放轻松，反正就轻松松去，然后看到人就开始唱，对，唱完这么轻松哦，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演唱会，听宪哥的，宪哥开过的演唱会，比娶过的比娶过的曲目还多了啊，曲名还多，好不好？所以你就好好加油，到时候我们一起跟他支持，好不好？太棒，好 ，OK， 到时候邀请大家来了啊，再次谢谢严爵，谢谢 Echo， 厉害了。接着下来是谁呢？影中人，哎，来，谢给到。哦，谁？侧面啊，感觉是一个无聊到底的人呢。对，像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听听他的声音，好吧？来，雷猴，你好。哎呦，蛮有磁性的，好有磁性。第一层啊，第一层戴眼镜，我知道他的歌了。谁？再会说。姜育恒，不可能吧？对，是吗？来，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江哥，不知道，但我们请他唱一句这个姜育恒，听听看。好，再回首，真的是哎，多一点，多一点。啊，不是姜育恒，为什么？可能是齐秦。哦，你看他，你曾经爱过，却又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不是，我算是黄品源大哥吧。黄品源，听他这样唱，有一点像苏打绿耶。清风啊，清风，搞不好是清风，搞不好是哦。哎，不是清风，直接讲，不会唱，不会唱，不是清风，会不会是清这个清风侠呢？他不会清。啊，我知道，戴眼镜嘛，然后有点胖胖的，然后那个声音很低沉，沈玉琳。
我是南部七管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拜托的，恁内底无我一个讲闽南语的哈，恁家拢无爱台湾啊？我来有爱台湾，爱台湾。恁若有爱台湾，你嘛用闽南语甲我介绍一下。诶，刷落去要介绍一个哈，是南蛮贵唔贵的这个朋友。咱今天爱用闽南语，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混合着讲，好吧？一起来欢迎影中人出场，又 welcome。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啊！对呀，对呀，是让我们想要加入啊！洪哥，我跟你报告一下事情，不用报告，直接说就好。对，刚才那个严爵下来的时候，他有过去签，你下来他没签你。好，反应。我想说，这个就要教一下，没关系的。对呀，这小女孩有她个人的喜好，对，她叫露露嘛，露露露露。洪哥，不然我雅玲姐啦，阿内森，讲实在话，今天你能来，我们好开心啊！真的哇！对呀，你们前面一位是严爵，我的妈呀，接着下来是你，你看看。高反差，对啊，节目才会好看，节目好看，对，让观众有机会去上厕所，上厕所，我是来垫底的，听说是就这一段，你们要搞清楚，人家洪都拉斯他本身啊，才艺是真的很棒，开过计程车，哎呦，不过你今天来是对吗？因为人家严爵又帅，还带了个 echo， 他噗。对呀，哇哇哇哇！哦，因为他自己本身哦，如果说本身具备相当的才艺的话，就不需要朋友帮忙啊。哎呦，那他会找朋友来帮忙的话呢，肯定是帮他加分呐。哦，对对对，像我就不需要找朋友帮忙，你看单超一国。你刚刚现在是说严爵本身因为才艺不足，所以。不是我，因为我做效果啦，对对对，我就做效果。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对对对。耍赖，哎，人家小巨蛋要开演唱会，不要，我是小巨蛋当观众。所以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是几经考虑，我们说制作 team 昨天晚上凌晨3点多4点还在考虑说，对，他来，然后也没有才艺，也没有外貌，然后又没有朋友是比较可怕。我有听到这一段，就宪哥跟小汤在吵架。对，小汤说我就不要找他来啊，宪哥说我也是啊。对啊，那是谁要吵的？大家报告一下，其实这个通告是我自己敲我自己的。因为你们一直不肯，我就硬要。好，那你们也蛮好说话的，我说要啊，他们就要了。人家也不晓得讲这么清楚。谢谢，再次感谢你。谢谢，谢谢洪哥，谢谢洪哥，送客人下去。不要热情啊！谢谢，哎，谢哥。好不容易，对不对？对呀，你又有一个大的节目，还没演啦。对呀，而且我来，而且洪哥表演，洪哥那个大档没有了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洪哥好久，好想念哦。不是啊，还有在我们三口上无双那个也都有啊。没有没有，那不是我，那不是你啊，那个是陈威。啊，有台一个啊，在访问神父熊啊，帮按摩那个也没有我，也没有你啊。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喂，哎，你也才刚回来，好不好？不久啊，来投石问路一下。真的吗？上你的节目，当然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我跟你讲，话讲这么大坨，表演一点点，那怎么可能表演？真有表演？我跟你讲，宪哥对我最了解的，你看我的才艺，今天表演的就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而且最有感觉的表演。哦，真的吗？叫做唱歌。好，小米，怎么会？什么？我天鬼！你可不能跟严爵先做一下，让我们节目顺利进行下去。好，我就直接讲，因为他也是自弹自唱。对对啊，那我也自弹自唱。下面就对了。What？ 然后苏朗姆、苏丁呐，苏丁拍跨兵呐。但宪哥，我要替洪哥讲一句话。讲真的，因为看他们搞笑啊、模仿啊，真的没有听过洪哥好好唱过。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没有人要让我唱。哎，朋友这么久，我不知道你会弹吉他。我有说弹吉他的吗？要不然说自弹自唱。刚刚有说弹吉他吗？说自弹自唱啊。哦，弹难不成你是弹棉花？好厉害！对啊，真的为了你们节目，我拼了。对不对？也许我弹了之后，这一辈子就不再弹。是吗？洪哥，我跟你放心，你不要紧张。这节目就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看点就是让没有做这件事的人来做这件事。对，那做完之后，让他真正知道他不适合做这件事。那我在这个节目主要目的，我再接着讲下去。你的好兄弟，郭哥。哦，对了，上来，还有哎，郭哥都来
唱歌了。哦，哎，这个很好笑哎，我看他来上这个节目之后，我说宪哥怎么可能会让你上节目？对啊，那你要确定比他好才可以。开玩笑，别的我不敢讲，我唱歌绝对比他好听。他无双还有个看点。对啊，如果是你自己弹吉他，我们不知道要看哪里。我们吉他可能比较买的比较好。吉他的演奏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惊喜。真的嗎？慢慢会浮现出来。好哦，那就你可以弹快一点吗？啊，不行，我们直接来喽，好不好？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敞开的旅程，偷偷听外一个陌生。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然后现在才发觉，我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其实一首就够了，一首。因为我们的表演不是，因为你刚刚好唱完，我们没有站出来，原因是因为我卡把去啊，我乱造，卡把去啊，别人说造。接下来，请问是一首快歌吗？非常快，非常快，歌名叫做《浪花一朵朵》，来，掌声鼓励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惊喜就要开始，好了，让我们欢迎我的好朋友杨宗纬。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哦，阿杜，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年年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张宇，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年年也不回头。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清风，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萧煌奇是吧？帮我拿一下麦克风，谢谢。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是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李宗盛，李宗盛，嘿。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
真昌。啊，数着兰花一朵朵，他祝综艺大热门，收视率穷穷穷啦！惊喜，惊喜，惊喜！哎，有没有惊吓？相当好，相当好。就说在我们一天辛苦的工作当中啊，还是有这种比较软的。你本身的模仿是很棒啊，你怎么也找一只绿鬣蜥来？这就是我们哎现在的年轻的新的一部，真的吗？山猪很不错，山猪很好啊，不错的。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什么。真的假的？高凌风。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不行。不明啊。蔡秋凤，蔡秋凤。把人给熄灭。OK， 好，蔡秋凤唱高凌风的歌。如果你是一只火鸟，原来高凌风就是女的蔡秋凤。哎，你版蔡秋凤，一模一样的，有没有搞？谢哥，你不说我们还真没发现。谢谢洪都拉斯与山猪带来一连串 nonstop 的模仿秀。接下来又是哪位神秘嘉宾要登场呢？厉害了！接着下来这位剪影是相当明显的一个人，好吧？请看 ，Go！ 哇哦哦哦，豆豆了，庞然大物。喂，什么豆豆？是啊，白色的那一只，请问是多先生还是多小姐？多小姐，多小姐，小姐，好可爱哦！哎，嗨，哎，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真的吗？对对对对，而且他们的歌非常好，原住民朋友，对对对，没错啊，对，煽风点火，不是啦，出乎意料，才想全不是啦，而且煽风点火是两个人啦，他是女的，好不好？他这个不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哦。而且他是人家是女生啊！问一下，问一下，请问一下，你现在是一个人来还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其实有三个。我一个人。这样很难猜，是吗？我一个人。能不能现场唱一下清唱，我们听听看？听海哭的声音，好清亮。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原来是阿妹。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阿妹，是怎样的心情？阿妹啦，阿妹啦，姐，应该是知道是谁了。一起来欢迎我们影中人出场，欢迎他，欢迎。今天的这个也难得出现这种尴尬的事情，为什么？怎么样？我一向也不怕跟人家穿情侣装。为什么好尴尬？很好啊，在一起，在一起，亲一下，亲一下。大家冷静，冷静。佳佳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佳佳，你遇到谁都这样讲。对对对对。哎哎，还说对，你也反对一下吧。对啊，你刚刚亏成这样。佳佳跟浩恩他们刚出来，我就说哇，这声音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漂亮，唱得好好哦。真的，最近在发展的怎么样？很好。最近发片了，然后有自己的演唱会。对，我跟你讲，你才是真的我心里面的亚洲艾黛尔。哦，真的。好像大家都这么说耶，但在我心里面不一样。对，演唱会哦，而且他这个演唱会真的厉害，演唱会是来哦，Lady Gaga的演唱会在7月20号。哇，没问题，这我们一定要支持的，好的声音，对不对？但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对不对？不，你看前面几位前辈，人家都是有才艺，真的被逼上绝路了。对啊，那绳子都掉好了，我跟你讲，拿演艺圈的前途开玩笑，你看看。你能不能讲出来一个事情是你做得到，而我们做不到？没错，就是合音这件事。合音，合音宪哥很厉害。合音宪哥是合音，那我以前是合音天王，合音我也是。真的吗？我是和那个西餐厅的，我是和阿妹啊、小君啊，随便来一首，恰似你的，恰似你的味道，我们唱歌副歌就好了。好。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
这个才有 match 的感觉，好棒哦！对呀、啊、对呀、啊，再考一首，来，洪都拉斯，你有歌吗？随便你。哎，真的吗？随便来，真的哦，他都可以。三明瓜，那个蒙阿波雅嘎。好，这可以吗？好，来。初恋爱情算甘甜，五种滋味哦。若听一句我爱你，满面是红气。不管你是小姑娘，心内是真欢喜，飘飘飘加真爱我。啊啊啊！咦嘿嘿，芭比波。初恋爱情算甘甜，五种滋味哦。一句我爱你，梦啊无也敢去，梦啊无也敢去，梦啊无也敢去。算了。哎，健哥想干嘛？他不敢去了，高了，唱高音了。他好不容易最近运气好，唱可以。怎么样？我愿意，你真的可以唱吗？可以啊。我相信你哦，好吧，我让你相信。认真来一首，我一定要撇开这种情侣装的，让出来，宪哥让给你，好吧，对不对？这个帽子你戴定，好，交交，来来，谢谢大哥。准备好你的浪漫，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坠入爱河吧。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哎呦。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沉默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他的誓言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的感觉，对呀、啊，唱出感情来了，对对，太一起，你们两个实在是太棒了，真的吗？速配。但是我跟你讲，来家庭会开会开会，我跟你讲，哎，人家合得那么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哎，我们开会是开会，吓死我了，我们让他来唱，我来帮他合，水哦，听海好了啦，听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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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一字合成法。这个很难的。听海哭的声音，一字合声法。海的头的心，飞行到天明。写封信给我，月亮留作听。秋天的雪，在我的时候，是在。一点不和谐，很和谐。不是宪哥，你这谁都蛮会和，是吗？对啊，要不然你试试看，试试看。我听海哭的声音，快走啊！赶快。
不要破坏人家这么美好的声音，我要听严爵和一的。来，如果我唱我的歌，你可以吗？哇，可以啊！哎，你们两个的后代一定很刚好。对，喂，喂，那来一首，我自己的歌啊，暂时的男朋友。好哎，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我愿意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当一个暂时的男友。佳佳果真是和音女王，无论什么歌都能和得完美无误。在听完两人美丽的歌声后，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异界奇人的到来吧。再来这个听说恐怖喽，怎么样？哎，不应该来的人来了。我知道，真的假的？重来是重来哦，不可能。他，你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看过他这个表演的话，怎么样？真的写信来骂我们。啊，写信太慢，现在都 email 比较快。email 的，对对对，发 app 来骂，是不是？还是可以当面骂你？当不要。为什么太大了？太直接了。一起来看看他的剪影，好吧？哎，哇哦！还有。各位一看就知道表演吞剑了，不是啦，但是一看就知道没有拿麦克风唱歌的人经验啦。对，你看他是这样子，这怎么唱？哎呦，啊，所以应该不是歌手。没有没有，他只是摆一个 pose 让你们知道他是歌手，是吗？对，听他的声音。你好，宪哥好。哎呀，没有声音好听哦。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可是要表演才艺的。哎，你平常是歌手吗？我有其他的才艺。你有其他的才艺？其他的才艺，方便展示的吗？可以。哦，可以是啊。那你可以在后面展示我们看一下吗？先秀一下你的才艺。你的才艺怎么秀 ？Hand to hand, New York, Kukulach, Alimana。哎，恰恰恰，感觉好想到舞棍啊，舞棍啊，对，对啊，你是恰恰恰不？你恰恰恰不？恰恰恰恰恰，你是恰恰恰不？你是恰恰恰不？恰恰恰恰恰，把我呀多情。哎，这个会流行哦，从今年开始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们要不要让他出场？一起来欢迎后面这位吓了一跳的朋友，请出场。耶！哎呀，好漂亮！天哪！哎呀，嘉玲，哎呦，嘉玲老师还真的要感谢你，每次新节目他都是最卖力的。真的，而且今天好像没有打算是要来跳国标啊？怎么会？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会跳舞。对，那我还有一项惊人的才艺，弹古筝。不会，已经有点接近吹唢呐。我们今天被骗了很多次，所以今天说什么惊人的才艺啊？对啊，惊喜在里面。刚刚中间戴眼镜，奇怪，为什么说被骗很多次，镜头一定要 take 我？对啊，奇怪，我有，我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吗？我这个才艺啊，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被一个超级大牌的制作人夸奖。哎呦，真的吗？那个制作人，我们先知道是谁比较重要。应该是沈玉琳啊。陈乐融老师。哇，那陈老师夸奖你，那这个算是有公信力的哦。对。那你今天会有舞蹈吗？编舞蹈编？没有，我今天想说专注在歌声，因为我想让大家认识我的歌声。真的吗？对。还是你唱你的歌？这个歌准备唱哪一首？范晓萱的《哭了》。哭了，唱好了。今天我们就给老师一个 special， 对，怎么样？他唱范晓萱的《哭了》，很有情境嘛。对，我们两个在旁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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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的画面哦，宪哥。然后要表演，要真的可以哦，绝对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很专注。可以啊，好，一起来欣赏这首《哭了》。谢谢。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
这样压抑的心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已经哭了。好好听哦，太棒了，掌声再鼓励一下。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哇哟，天哪，是哦，哎呦，哎呀，嘉玲老师，哎，不知道你还有这项才艺耶。其实我好紧张哦。没有没有没有，唱得非常好。对呀，而且很到位。当中其实你应该加一点点自己舞蹈，舞蹈是你的强项。是啊，啦啦啦啦啦，哎，啦啦啦啦啦，这样子也 OK。其实刚刚有在想，真的吗？来加加两个。但是，我想说下一次再来。哦，下一次。对，下一次。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吗？可以。要就这一次啦。我怕我一跳，大家又看舞蹈。请评审老师提出他的说明。请给分。严老师绝。我觉得情绪蛮到的，蛮到位，有感觉吗？有，谢谢你。每次就是要挑战不一样的自己，然后让自己试试看，哎，这个试试看，这个试试看，搞不好找到你人生的方向。对，因为每一个人的理想它是不一样。没错，对，理想不一样。这什么点啊？画面没东西了，太讨厌了。最后只有一个请求，好吧，请嘉玲老师，因为他正统嘛，对，你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嘟嘟嘟嘟。好，可以吗 ？1, 2, 3, 4，嘟嘟嘟嘟嘟嘟嘟。宪哥，恰恰吗？你今天该不会就这样就开车吧？回家喽！坐电梯了，好吧？好了，再次谢谢他们几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先继续回答我们的综艺大热门。天空，答案是。